踏实实的工作。今天马经理过生日，我们给他一个惊喜，好不好？那我去看看经理到哪儿了啊！哎，来了来了，上上上！经理，不是干什么的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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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还给我准备蛋糕了。经理过生日，来许个愿吧。谢老板啊！老板，这啥蛋糕呀？这许个愿。对，愿望最重要。愿望能实现吗？试试嘛。那老板，我想尝尝，我感觉没事。许愿成功的话就可以。这样我就不客气了。来吧，经理。那个老板，要不然你能把你工作介绍给我？许愿成功的话可以。真的呀？哎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是老板，你这是分明耍我，这吹风机啊！经理，来个实际的。来个实际的。那老板，事业这么大，我想出去转转。信了吧？那进来吧，实现你的愿望。愿望成真了，给你放五年无薪休假。